的问题给抬回来了。这个是4 2 3，5 2 3，我看大家完成都还不错，最后能找到右滑跟右滑了，对吧？能找到。重点题6 2 3，注意了，别腿别搞错啊，男生右腿向外走，女生是这样，左腿，左腿，对，男生上右腿，女生对左腿，是这样的关系，而且男生是跟掌啊，跟掌，这样的关系改变你的那个中心，看着啊，上步之后立马改变你的这个中心点的朝向，改变，哎。要空调位置，再看一次，女士也是一样，后退完马上改变她的中心点的朝向，使我的中心靠着她，对着她的身体左侧，立马就变成空调的这样的一个身体体位了，这样你要非常非常准确这一下。 OK， 再来示范一次，5 2 3到这儿，这边大家都没有问题，然后这儿是6 2 3， OK， 这个体位一定要切准确了，然后你才可以7 2 3，女生很多同学都会回头了，别回头，抬着看一下这儿，7 2 3，因为我们是抛啊，抛姿势过度倾斜，抛啊，然后再倾斜呀，对不对？我展现出来。然后他们进去，你的脚一定不要交叉，或者不要太多的往外。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是用胯给往正后去推，因为这一步的时候你不用去很大。所以说，并不是我这一波废了。